最近我女儿这个月底要考那个奖学金啊，我要帮她念一点什么经比较好？准提神咒啊。她自己在念准提神咒。你也要念。三岁。我也要念。嗯、哦。还给她念心经。哦，心经，心经我有念，我念帮她念了十一遍心经和二十一遍准提神咒。你帮她礼佛念念一遍。啊，礼佛念一遍。嗯。他自这样他自己也许愿说要放生，用自己的零用钱放鱼啊什么的。他往生咒，他往生咒念吗？他不念不念。你叫他帮他念吗？你叫他不要吃活的海鲜呢。哦，我叫他不要吃活的海鲜。他如果再要吃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哦，这里澳洲的小孩他们一般都没有吃不到活的东西的。嗯。啊。那么我这样他这样算不算？我要不要帮他念一个叫功德宝山神咒呢？功德宝山神咒是吧？嗯。用不着的，嗯。啊，用不着，好的，因为好的，就念。因为你把他的功德都用掉了，他以后怎么办？啊，我就以后我就想叫他自己念经啊。啊，他万一以后不念，他就倒大霉啊。他现在在念了，他就是念准提神咒。嗯啊，我想等他考，就是考完试，他就开始要念心经，叫他念心经了。好啊，好啊。